大安森林公园第一排景观豪宅信义联勤提供黑卡级英式管家24小时服务住户，让不少富豪趋之若鹜。根据统计，去年全年信义联勤成交8户，总计30亿元，其中有5户都无贷款购入，以每坪260万元价格击败众多知名豪宅，稳坐豪宅一哥，连续三年连年夺冠。景气好的，我的登记的户数是我现在盖的三倍，应该看景气的啊。台湾台北市应该没问题。住户来头都不小，除了元力建设林敏琼家族这个社区名人，还有台语天后江蕙，以及亚洲天王周杰伦、昆凌夫妇都是其中住户。名人偏爱高档豪宅，还有这一栋。歌坛东方不败张清芳手捧蛋糕过去庆生，邀请朋友到家里开趴，里头豪华装潢曝光。张清芳和香港富商老公离婚时，以他个人名义买了2户豪宅。来自忠孝东路上的联合大宇也拿下2022豪宅排行第二名。北市前五大豪宅排行，除了信义联勤夺冠，联合大宇则以每坪255万成交价拿下亚军。中正区的松涛苑则是以250万一坪居后，另外松山区的文华苑以及润泰敦峰则分别拿下第四名以及第五名。从排行中可以发现，豪宅大多采无贷款买进，顶级豪宅客满手现金挥霍，不把打房紧缩贷款成数放在眼里，一出手就霸气外露。三立新闻谢文祥、谢邦明台北采访报道。